刘大师、王老师，各位这个马尼拉音乐学院的同学，大家晚上好。好。欢迎刘大师了哈，这个他特别包括，因为今天礼拜六他本来在台北都有活动的哈，他特别因为我们这个音乐晚会哈，特别下来哈，非常的感谢。我来学习的。那因为福大师要来哈，这一次啊，我们这个彭琦啊，特别的努力啊，哦，炸吧人，喊吧人啊，哈，哦，我有时候看那个笔录哈，哦，不关系的人啦，这样表示我们马吉斯音乐的学生啊，哈，真的是非常的勤学哈，来用。我们快太多咧读册吼，我看大学都第一志愿了，哦，啊，但是他们大家都会紧张啊，因为大师要来看，要验收吼，啊，所以郑永清讲，要吃东西前过来才徛徛咧，讲较有，会激起那个恐惧感呐，啊，吼，哦。我讲现在这个场面吼，哦，还是小啊吼，哦，以后马吉斯啊要够较大咧，哦，那个场面才更大吼，哦，我相信。大家一起来接受这个挑战了哈。啊，那马吉斯音乐学院当不记得传统的，就是讲走这个星光大道了哈。那我一直认为讲，哦，中年以上的夫妻能够手牵手，是人间最好的照片。各位有没有相信？有没有赞同？不是说青年的这个帅哥美女看起黑不胜丑。但是我们这个中年以上的哈，看老婆去，这个才是最尊贵啊。尤其哈，咱回定个亲老婆哈，这个哦，这种照片真的是难能可贵的哈。啊，希望大家都珍惜这个美好的时光了哈。啊，因为我是挂名的校长了哈，啊，大家知道哈，校务繁忙的，所以哦，分量较歹哈，而且各位对吧？各位多多包涵哈，尤其原来会小姐小女生哦，我感觉反差太大了，所以哦，各位要多多包涵哦。那个怕摩洛夫讲的吼，笨鸟先飞啦，哦，所以我分量较歹哈，请各位多多包涵。好，谢谢。